这个涂次长其实我们是校友了，而且我们认识有四十几年了，我跟他的夫人呢，其实透露一点，他其实是当年呢、我们台大有个成绩学社嘛，其实这点可能学艺法才不知道，这个当年他有加入成绩学社哈，那跟他的夫人，那时候我在担任社长的时候呢，我有到佛光山呢去办夏令营啊，其实我有记得我们涂次长跟这个夫人都有参加这个夏令营啊，所以他跟佛门的姻缘，跟佛光山的姻缘其实是很深的。我想今天我不要讲太多话，因为刚刚觉义法师还有市长，我们总会长都已经讲了哈、啊，就是我们星云大师呢50年的心愿。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出国旅游的经验，因为现在这是全球化了嘛，所以的确是我们很早年，这个50年前你到国外任何一家饭店都看到这个 Bible， 所以当时的行人说为什么只有 Bible 没有这个佛教的东西，所以它酝酿了50年。其实在这段时间之内呢，有很多观念，其实大师在山上这个新书发表的时候他有讲，其实在过去佛教界也有人要努力的推动